吃饭点外卖点了一杯奶茶。你别着急，哥，你怎么稍微等一下，大家一块吃的时候你再吃。谢谢冷云哥，欢迎哥哥回家，欢迎大家啊。又是一个放弃的日子，想你对我温柔发脾气，这街角旁的西餐厅里正放着当下流行的歌曲，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心总是控制不住想你，温柔在心里轮回交替，凝聚了每分傻每一分痴。哎呀，通灯火了。一千一万亿次想你，把你相信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段时间都过得美丽。一千一万亿次想你，让尘埃粘稠的足够甜蜜，用心装填我的记忆，所有快乐是你。谢大哥，感谢如梦哥，谢谢冷云哥，那冷云哥也可以。哎，刚刚好像中了个灯火，好像回来了。哥哥们把真爱任务过一过啊！欢迎哥哥们回家，欢迎那个华夏哥，谢谢如梦哥，感谢冷云哥，冷云哥中了个小狐仙。在没有你的日子里，心总是控制不住想你，温柔在心里轮回交替，凝聚了每分傻每一分痴。一千一万亿一次想你，把你相信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心中填我的记忆，所有快乐是你都是你。一千一万亿次想你，把你小心的呵护于心底，说给你最想听的话语，把每一段时间都过得美丽。一千一万亿次想心中填我的记忆，所有快乐是你都是你。谢谢冷云哥，感谢大哥，还有谢谢如梦哥，欢迎那个这个符号哥哥。今天这么热情吗？啊，今天大哥们这么热情吗？我开播你就唱歌都给我刷这么多礼物啊。啊，都这样的话那还逗什么，那就不喜欢暖豆了。欢迎蠢蠢欲动，欢迎那个彷徨人生哥哥啊。欢迎后进来的哥哥们。不行啊，收摊算了。不行，再开，咱们开才开播不到20分钟，你们让我收摊。大哥们再热热身，那也行。好渴呀，我怎么觉得？是吗，哥越来越好看了。你得天天的来看看我，大哥。欢迎白云哥。这个白云哥不是咱那个白云哥。
有什么想听的歌啊，可以在公屏上告你如。我冷云哥今天不忙了，冷云哥，谢谢白云哥。冷云哥今天不忙了，昨天晚上喝酒喝到几点呀？谢谢白云哥。欢迎隋阳哥。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喝酒喝到三点呀，哎呀真行，喝多了吗？欢迎27哥。湖南的骄傲啊，哎呀我算啥呀，湖南有多少多少，就是湖南有多少个主播你知道不？唐毅就是湖南的。欢迎迷失哥，晚上好隋阳哥。隋阳哥我又看我抓到你了，隋阳哥你一会儿记得给我开个真爱好不好，隋阳哥。他也是那个湖南的呀。欢迎我搬砖养你啊。哎呀大哥好浪漫呢，好浪漫呀。欢迎国王大哥啊，欢迎大哥。哎呀我算啥，湖南有多少个主播呀，我就是勉强混口饭吃。来我们唱唱歌。抖歪那边他是按级别算的。把这个国王大哥抱一抱。欢迎大哥走进7359啊。在你们的眼中我就是最好的吗？真会说话。这个小哥哥你真会说话。七彩的湖南就有6个。挺多的，湖南主播现在越来越多了。以前的话可能东北的比较多，北方的比较多，现在湖南四川的也挺多。来我们来一首浮生记啊。欢迎风少哥。哎，哥哥们想听什么歌可以在公屏上点。你如果会唱都得来唱啊。午后的天乌云密布，片片落叶随风飞舞，你的眼泪夺眶而出，牵着的手早已没温度，伤过的心渐渐麻木，任由寂寞把我俘虏，这份感情误入歧途，我们却不肯停下脚步，我愿赌不服输，爱你是我唯一的赌注，怪我太单纯，现实太残酷，拼尽全力找不到归宿，我敢赌不服输，爱到尽头没有了退路，真心被荒芜，承诺被辜负，只好独自在人海沉浮。啊，这个大哥是我老乡吗？我没看资料。我给大哥上个马甲。欢迎微笑哥，阿毛。
脚步，我愿赌不服输，爱你是我唯一的赌注，怪我太单纯，现实太残酷，拼尽全力找不到归宿，我愿赌不服输，爱到尽头没有了退路，真心被荒芜，承诺被辜负，只好独自在人海沉浮，我愿赌不服输，爱你是我唯一的赌注，怪我太单纯，现实太残酷，拼尽全力找不到归宿，我敢赌不想输，爱到尽头没有了退路，真心被荒芜，承诺被辜负，只好独自在人海沉浮。是的是的，大哥，我是湖南的。大哥，你是湖南哪里的呀？长沙的吧？一般在湖南呢，基本上都是长沙的。嗯，常德的主播也不多。嗯，你们就可劲儿吹吧。那倒不是，那不可能。你是楼底的哦，大哥，我楼上的。嗯，那太巧了，在隔壁楼上。欢迎正鼠哥啊，欢迎后进来的哥哥们。楼底我还没有去过呢，但是湖南那楼底离我们离长沙有多远呢？这下吹太了。如果大哥都搬砖养你，你不好好谢大哥。那现在谢有点为时尚早啊，大哥也没说要养我2块钱。欢迎希望哥。一个小时啊，那比长沙还近呢。以后扔东西小心点，别砸到大哥啊。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晾衣服的时候也注意点，别吹下去了。追梦哥是楼里的，不是。追梦哥是常德的。欢迎邓三哥。追梦哥是常德的，只不过没在常德。谢谢希望哥，感谢哥哥们过的真爱啊，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哥。对，哥哥们想听什么歌，可以在公屏上告你如啊。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啊，搬砖哥好像不太对呀。大哥有什么想听的歌吗？大哥，楼上的吹牛小心点，别把楼下吹醒了。只是晾衣服的时候要小心点，怕就是吹到大哥的屋里。楼底的大哥，我们湖南是有这个城市，楼底是有。但是我没去过，虽然我虽然回常德有2年了吧，2019年年底回来的，啊，回湖南有2年了，但是我基本上没怎么出过门呢。我一直也就去过一回张家界，去过一回长沙。楼底很有名气啊，大哥没事来楼上坐坐呀。对，没事来楼上坐坐，咱们聊聊天，听听歌。欢迎告白哥。他们知道的真多呀。哎呀，我们家那是啥呀，博学多才。我们七三五九都是汇聚着各路精英，都是有知识有文化。
有内涵的人，是吧兄弟们？因为他们支持的主播就是这样的人。嗯，知道不？嗯，兄弟们敬你们的就顺便夸夸我自己啊。欢迎喜乐哥。嗯，没有，别给大哥什么太大压力，没事的啊，大哥可以点个关注，有空常过来溜达。欢迎飞扬哥。哎，你好，你好，欢迎，欢迎这位小哥哥。大哥，我倒是想给你唱一首苏幕哲，但是我这歌不会。谢谢大哥，嗯，感谢大哥开的真爱团。大哥，你开的真爱团，你就要经常来给我过哟，你要对我负责任呢。嗯，啊，我冷云哥要去忙了呀。好的哥，你记得一会儿要来看我啊，你不来我不下播啊，你不来我可不下播啊。好，给我溜大哥来唱一首二山。欢迎天天快乐。湖南的主播很少碰到吗？还好吧，湖南有时候也会经常碰到，有时候也很难碰到，但是相比来说比之前多很多。我带你去个地方，南洋与花香，四季泉水流淌，浏阳最美山岗。我带你去个地方，那里歌声悠扬，人人沉沉目光，挂着红彤彤的脸庞。我带你去个地方，蓝天白云映在水中央，星光伴着月光，看夜风舞蹈醉在操场。我带你去个地方，山水佳人儿滋养，金江万折银江，传唱纯洁的信仰。清风拂摸着苍茫，水洗轮香，唯有芬芳凝结时间在天之故乡。一路仰望是送给健康的衣裳，嗯，欢迎诗情画意。就这首歌吧，闭上眼睛听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有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带你去个地方，蓝天白云映在水中央，星空伴着月光，看夜风舞蹈醉在操场。我带你去个地方，山水佳人儿滋养，金江万折银江，传唱纯洁的信仰。清风拂摸着苍茫，是心暖香，唯有芬芳凝聚时间在天之故乡。一路仰望女海洋，爱爱绽放，炊烟袅袅，那是送给天堂的衣裳。每当冬霜拥抱它披上云装，月香暖暖火车斜窗下，鲤鱼悠扬，红颜山岗是那左脚美对的姑娘。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个地方，我带你去个地方，我带你去个地方。带你们去湖南，带你们来湖南转一圈。谢喜乐哥，感谢喜乐哥，欢迎德斌哥。想问你看过看过一张照片，大家把给我把真爱任务记得过一过，哥哥们。来湖南如招待，来，你放心，来了之后，你如就是吃饭绝对不让你喝粥，泡面、馒头、煎饼果子管饱。湖南人的人品没得说，大哥真会说话，没毛病。欢迎萍水相逢啊！绝对让你有来无回。至于哪有？那就是我又不是绑架，还有来无回？湖南人就是湖南，多半情况下就是人比较的热情，然后就比较的仗义，常德的脖子菜啊，你来过呀，相逢哥。来过湖南呐、来过常德呀，常德的牛肉米粉、酱板鸭啊，这是特产。你是益阳的，一样的。益阳离我们也很近，益阳在常德和长沙的中间。你老婆是汉寿的呀？其实常德跟益阳其实也差不多，离不远，但是说话方言还是有区别。生理只说心悦神话，那个有点难。那个抽那个奖的话，好像挺，好像又好像比较好中，有时也好像也挺难中。总归一点就是你如果运气好也挺好中。谢谢如木哥，感谢如木哥送来的棒棒糖，欢迎彩涛哥。我们就咱家今天过真爱的人这么少吗？为什么这两星还差三十几个呢？谢谢彩涛哥。对，今天回来过真爱的人少，没有昨天人多。报告领导，我已经过了。行，把你们的那个记得过集结的时候啊，一定要在这儿，听到没有？任务过不去，你和好哥要休息，那不行，不能让大哥们得逞。欢迎鹏飞哥，那你们都休息的话，你如怎么办？明天开始过开两次集结，也行，也行。10点半那个集结咱就不过了，咱就过两次，12点一次，9点半一次也行。谢谢，感谢富一代哥哥。最爱你。承诺哥，你就是，承诺哥，你把那话撤回去。承诺哥，把那句话撤回去。就咱家好像其他的人都不在，就你一个人给我过。希望最初是你。
这么一算的话，咱家好像没有人，没有人了一样。欢迎苍狼哥。来唱一首我昨天新学的歌啊，不对，我今天新学的歌。谢谢娇子哥，感谢娇子哥，把承诺锤扁，让他瞎说，就是。一说好像咱家没有人。他说在梦醒黎明出发，想去看看外面世界繁华，喧闹的城市高楼大厦，他想载着你拥有一个家，漂泊日子浪迹天涯，习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岁月蹉跎辜负青春年华，四下无人的夜让人害怕。他说小时候真傻，总盼着长大，长大以为能有一方天下。他说始终相信时间有童话，不想因为生活变得复杂。他说想拥有梦中的那个他，没车房姑娘会爱我吗？他说只想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心上人你别走就留下吧。谢谢承诺哥。欢迎过往哥。离开北方在那一年一夏，从此冬天再没见过雪花，南方的雨滴打不停下，还有远方牵挂。一个人在酸甜苦辣，拼了命不想让别人笑话，夕阳西下偶尔也想家，梦想有一天能劈柴喂马。他说小时候真傻，总盼着长大，长大以后能有一方天下。他说依稀记得儿时的梦话，不想因为现实变得复杂。他说想拥有梦中的那个他，陪你走过每个春秋冬夏，只想给你披上婚纱，四海为家，心上人你别走就留下吧。他说别走留下吧。欢迎奇感哥，我不太熟，歌词有点看不准。欢迎女树，欢迎奇感哥。谢谢承诺哥，谢谢大家过的真爱啊。你们记得给我送送那个那个免费的真爱礼物啊。欢迎C安哥，楼底大哥没说要走。大哥给我点关注了，我相信大哥是不是会经常过来看看我。会打开爱情海的门，你没找着免费的礼物，你送完了吧？你是免费的真爱。那你送免费的真爱，我们再 过任务啊。我并不否认你们要
要听什么歌，你们就在那个公屏上说啊，然后我们可以出去转一圈。谢谢承诺哥，承诺哥今天又要给我打算给我凑几个百元吧。谢谢承诺哥，感谢承诺哥。啊，吃麻辣小龙虾呢，哎呀。行，大哥你气我多吃两斤啊。嗯，湖南人不要说辣，湖南人不怕辣。谢谢承诺哥，给我脸都青红了。大哥，我们想也想吃。大哥，一会儿说你来张嘴来，我又喂点虾壳。吃饱了、哎，你好，你好。嗯，我是唱歌主播，咱俩演一半、我刚好像听到你打嗝了，我说你吃饱了，今天呢？我是现实吃撑了，但直播间快饿死了。那总有，那还是有一方面吃撑了也行。那行，那咱俩唱唱歌，要是你先还是我先、我先来吧。好 ，OK。我唱一个。对，咱家为数不多的好兄弟们，帮我站站坐啊！兄弟们站站坐。唱一首，我不知道唱啥，唱个善变吧。啊，唱这个吧，唱尤金吧。饮戏自唱京城，人杂乱嬉笑中，夜黄推入长秋，悠悠的古城中，听美人奏琴声，不舍笑声离堂。这有点高吧，不唱。滔滔江水，悠悠大运河旁，悠悠古城，春心荡漾。我闻着冰香，来到了街中央，看街边都是货郎，我寻一对吉祥。何处生韵，我听琴声奏起，我循声而去，原来有人在唱戏。有尽繁华，美人梦纱，锦袍跨马，威风凛凛巡堂。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人杂乱嬉笑中，夜黄推入长秋，悠悠的古城中，听美人奏琴声，浪漫好，谢谢谢谢，感谢承诺哥，谢谢大哥，谢谢彩涛哥、风景哥，谢谢兄弟们。好，我错了，大哥。强大的狼族兄弟们，给你如战战坐吧。啊，强大的狼族兄弟们，那我们来一首《燕舞歇》。奢靡丰沛，敌不过天公不作美，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日复日往，禅修谁恕我愚昧。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我锁着眉，醉似相思断人肠，老燕纷飞，几度的夜里泪
哥哥，祝大哥中大奖。哥，你要不要把那个券攒在一块抽？心的憔悴，爱赋予东流的水，舍命奉陪，敌不过天公不作美，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日复日望，春秋水属我愚昧。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我锁着眉，垂死相思断人肠，冒烟纷飞，几如日月里泪两行，数断遗憾长，故人自难忘。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爱多可悲，恨彼此天涯各一方，能与谢谢谢谢承诺哥，谢谢我好哥哥，感谢彩涛哥、风景哥，谢谢兄弟们给你如站的坐啊，谢谢大家，欢迎你妹，欢迎日落哥，咱俩玩个游戏吧，咱俩，好啊，欢迎如梦哥，猜词互动嘛，好吧。怎么玩？我没太玩过，就是我给你形容一个词，然后告诉你是什么意思，你猜。嗯，行。嗯。两个字，它是一种动物。动物。它会飞。飞起来的时候还挺好看的，在夏天比较常见，池塘里面，蜻蜓啊，对，是的，是的。哦 ，OK， 对上了，对上了。那我想一个，它是一个交通工具，三个字，有很多人都坐出租车，对，还自行车，很多人都坐自行车，自行车是用来骑的，对，那应该是很多人都骑。两个字，一般是男的对女的实施的一种行为。两个字，男的对女的，壁咚吗？不是，他怎么这个怎么给你形容呢？就是，比如说，这个男孩喜欢这个女孩，表白，也不是，哎呀，不好，突然间，不是做运动，两个字，你们啥？就是他调戏啊，或者是主动给他发信息，那叫什么？两个字。主动发信息。哎呀，这个词不好形容，我告诉你得了，撩妹。OK。那叫撩妹啊，拜拜。什么做运动？你妹，你脑子你装的是什么？欢迎刘星哥，你青岛下播那就不止充一点儿。欢迎山里人哥哥啊，谢谢，感谢承诺哥，谢谢承诺哥的千元榜，感谢承诺哥，谢谢，感谢我好哥哥，谢，感谢彩涛哥，谢谢风景哥，还有感谢7359，谢谢用心良苦，还有谢谢冉晴姐，感谢笑脸哥，谢谢大家。欢迎肖晨哥。
迎飞扬哥。欢迎符号哥哥。好哥哥今天有没有就是今天有没有自信中那个神话？今天有没有你要像昨天白运哥一样就是要自信满满的说我肯定能中的，必中。苹果哥不好说，券不多，跟我跟秘籍有秘籍的大哥回头这个那个回头问问白云哥他那秘籍是上哪儿买的，回头有没也整点我们去买了学习学习。欢迎蠢蠢欲动。你要相信自己嘛，对不对？你再好的秘籍都再好的秘籍都比不过你运气好。摸西你个头还摸西摸西，什么东西就入坑啊？大哥，什么入坑？这个头像好看吗？哇 ，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我叫殷小白，是个月标签的主播，很高兴连到你。啊、哦，我叫心如，来自湖南，那个喜欢唱歌的主播。好，那咱俩谁先？都可以。那不我先来也可以。好，谢谢苹果哥。对，可以站站坐，兄弟们啊、来，我来唱一首《我是真的爱上你》。7359，一会儿白云哥来问问大哥有啥绝招，问他，他说不定不说呢。你有一双会说话的眼睛，有善解人意的心，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你的微笑总是让我为你着迷，什么原因你的发香总挥之不去，我的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昼夜难分，翻天覆地来去都是因为想你。给不到你要的东西，我只能偷偷的想你，只能偷偷看着你，总是没勇气，总说不出我是真的爱上你。对，强大的男足兄弟们，你们给我站站坐。谢谢我海哥，谢谢承诺哥。你有一双深情的眼睛，你有融化冰雪的魔力，从来不敢奢求的我，你
是让我躲不过去。好，来交给小白。好的，好，谢谢哥哥们啊，谢谢大家，谢谢哥们赞助。那我唱一首《当我娶过她》。反正我刚喊你半天，你没理我，你就是在挂机。曾失去的他，年少不懂爱与恨，乐苦身旁那个他。也许这就是命运，注定我失去他。纷纷扰扰的世界里，好想曾经那个他。我睡过他的房间，见过他刚起床素颜的样子，责备着就当我娶过他了吧。承诺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他，甚至连做梦都想和他在一起。可是命运只允许我喜欢他，却不允许我拥有。行，好，三个字，一种那个饮料，然后它有清火的效果。先说夏天喝的比较多，吃火锅喝的比较多。嗯，王老吉。是的，王老吉啊，跟加多宝差不多，他们俩是一个爹一个妈生的。三个字，它是一种，它是一种交通工具，但是不是特也一般人不能坐。三个字，一种交通工具，一般人不能坐。我再给你提示一下，就很明显了，生病的人才能坐。救护车。对对对。欢迎心想事成。那我就来这个吧，三个字，大家都可以坐的。也是叫公交车呗。对。谢谢情绪哥。这不知道该出什么。两个字。形容就是作假。比如说考试的时候作假。作弊吗？哎呀，这好像给你提示了，好像告诉你形容词了。对呀、啊、就自说了一个出来了。没有多少时间，那就不猜了吧。好，拜拜，越来越好哟。哎，你也是，拜拜小白。拜拜。天高的我，谢谢谢谢谢谢我好哥哥，感谢我好哥哥。谢谢谢谢你妹，谢谢亲爱的你妹，感谢小九哥，谢谢承诺哥，感谢七三五九，谢谢不期而遇，谢谢北方哥，谢谢小弟，还有感谢苹果哥，感谢安静哥，谢谢大家，谢谢。
欢迎北方哥，欢迎北方哥回家啊、嗯！哎，买了一首《原味冰》。欢迎夜听哥。爱的太深，呜呜呜呜就会化作痴；梦的太深，呜呜呜呜就会无缘醒。就像鱼儿相拥，飞鸟的爱情朝朝暮暮，魂牵梦萦。某个时刻，呜呜呜呜就会不再等；某个时刻，呜呜呜呜就会忘了疼。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翩翩一舞，倾尽此生。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心动不伴岁月无声。烟灰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心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某个时刻，呜呜呜呜就会不再等；某个时刻，呜呜呜呜就会忘了疼。就像飞蛾扑向烛火的光明，翩翩一舞，倾尽此生。掏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心动不伴岁月无声。烟灰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心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出我的热，融化了你的冷，有过心动不伴岁月无声。烟灰冰，我把冰拥入了怀中，心如水，你用水给了我柔情，醉过这一回，瞬间即是永恒，天地之间只剩你的笑。谢谢，感谢承诺哥，谢谢承诺哥送来好多的棒棒糖。所以这首歌啊，就是身价它涨了，这首歌以后身价也涨了啊、嗯！欢迎飞哥，再有点首点这首歌可要收费了。晚上好，飞哥。
飞哥你再坚持几天，马上就转月了，就有流量看了。再坚持两天。晚上好，晚上好，你早点来嘛，你不来我都没有人清淡，我清淡人叫我第一美。开了50元的流量包，50块钱，这用这几天能用完不？看直播一天得花多少流量？这几天50块钱不够啊，不过一天好几个小时呢。今晚好漂亮，哪天不好看呢？哪天不好看呢？那有风你截个图截呗。你管你涨不涨，我们唱啥听啥，你可以点，我就那么一说啊。这不是大哥他把这个身价抬高了吗？4G，摆个帅的姿势，我这么好看，你说我摆个帅的姿势？这个衣服有点不太紧。欢迎我十一哥回家啊！欢迎十一哥。我的衣服大，你穿请合适。这怎么还惦记我衣服呢？衣服没看懂吗？是这种，知道吗？一套。哎呀，你看不懂就对了。看不懂对了，你又不穿。这个扣子解开也看不到啥。这扣子解不解开有什么关系呢？这是那种防晒衣，知道吗？解开也看不到啥，不一样。少忽悠我，好像还能看到点。人家给我截的啥图啊？人家不穿了，别扔，我回收。你回收干嘛？解开凉快点啊！不解了，不解了，不解了。嗯，不解不解。我以为是解开没有啥，看不到啥，看不到你，看不到也不解开。跟你们一样，有啥好看的？哎呀，我再怎么也比你也要比你也要比。比你强点。你们骗我，我以为解开都也没什么区别。安张蜜哥，亲大哥的，你倒请问说啊，安张蜜哥，看你们牛逼些，不解开了。嗯，欢迎笑脸哥。哎。欢迎六六叔，欢迎我叔。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晚上7点。你给我点了关注就知道了，哥。
欢迎六叔，这本小说。我想要请你带上我的夜摩托。点关注咋就知道了？点关注我开播不就提醒你了吗？弹窗一发就弹开，弹到你了，你那儿去了。大伯，弹窗一发就弹到你那儿去了。要给我们游客一点幻想的空间。怎么了？就穿这样就没有幻想吗？太明显了，还有什么幻想？那不就一目了然了吗？那不是也有幻想吗？就是穿的你才更好幻想。谢谢承诺哥。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夜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我的夜摩托，我如今天有种窒息感。窒息感是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什么叫窒息感啊？去吧去吧去吧，承诺哥。欢迎残狼哥。主播多喝水，注意嗓子。好的，承诺哥。好的，大哥，你先去忙吧。我喝，肯定喝，必须喝，喝就完了。欢迎吴宇哥，欢迎吴宇哥。要啥幻想？他们总觉得没有幻想，其实那不是照样有幻想吗？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才会幻想。看得见还需要幻想啥？着迷哥，你先别走啊！着迷哥，我一会儿有事儿找你。在直播间听听歌。晚上好，吴宇哥。晚上好，欢迎无聊哥。因徘徊，逐欲缠，斑驳了等待，是一梦为谁来？心事隔烟台，我能爱心烧开，看念的依赖，痛煎熬身外，受尽这苦海。可为你一跃而下，江山滚滚浮华，刀剑戎马，舍尽是尘埃。故事让飞燕坠花，斩断剑乱血飞沙，一笔成他，冷了无牵挂。愁欲缠，斑驳了等待，是一梦为谁来？心事隔烟台，我能爱心烧开，看念的依赖，痛煎熬身外，受尽这苦海。为你一跃而下，染红我忍痛的爱，江山滚滚浮华，刀剑戎马，舍尽是尘埃。故事如飞燕坠花，斩断剑乱血飞沙。
尽牵挂，随夙愿飘洒。欢迎逍遥哥，还有安静哥。滚滚浮华，刀剑戎马，舍尽是尘埃，可是又飞燕坠花呀，这能解冷却飞沙啊，一笔成他，难了无牵挂，借牵挂，随夙愿飘洒。逍遥哥，逍遥哥，你之前是多少级真爱呢？给我现在掉的才剩三级了。嗯，逍遥哥，四级了，我没有问你那云你那边多少级，我问你真爱团多少级，啥24级。太阳没升起，你15级掉到1级，你看你那时候是，你要是不坚持不掉的话，你看见你现在都排前几，你现在都快18级了应该。还啥也不是，好想陪着你。这号是后来玩的，嗯。对呀、啊，那你之前要是不掉坚持的话，那现在都快18级了。这个升是升不到那么快，掉就掉的可快了。欢迎午夜阳光哥，欢迎阳光哥。主播都快带回家了，嗯呐，就是主播都快带回家了都。最多16级不到，你现在都8级了呀！欢迎江南梦，谢谢逍遥哥。欢迎军哥，今天怎么大客户的抽奖像昨天一样那么多？
Hello， 你好。这些大客户的抽奖为什么没有昨天中的那么多？今天好像没看着一样。哎呦，陪人去了，陪谁呀？你好，我叫多余，我是一个干回歌主播，来东北。啊，我叫心如，我来自湖南，那个喜欢唱歌的主播。那咱俩咋玩的，小姐姐？嗯，那咱俩就唱歌呗，那就。行，那你先，我先。那要不你先吧。好。好哥有抽到大姐吗？应该没有吧，我没看到下面有弹窗出来呀。先说。是你真的不懂，还是我庸人自扰？明知你爱热闹，我却还留恋孤岛。送你收到街角，你说不必再打扰。感谢我的照料，礼貌奉还我拥抱。或许以为付出只是添烦恼，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我在不停靠近，你在拼命逃。原来我的情是一种矢口可用，友情多于暧昧为够，感情不是一厢情愿间大度就能天长地久。原来你的似懂非懂是内开口，不算情人只是迷友。原来你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借口。哎，多余啊，你来吧小姐姐，我不太舒服，嗯、你来，好，辛苦了。谢谢吴宇哥，谢谢大家啊！欢迎小孩哥哥，对我们那个站站坐，我们来唱首那个强大的狼族，没有人站坐吗？哎，小弟，谢谢歪歪哥。相框里没有照片，那个我们曾经笑得多甜，那个他取代我在您身边，那个故事已经换了主角，那个你曾经说要给我永远，那个我竟然相信这份诺言，那个他出现的我毫无分裂，那个爱你开的不知不觉，那一个分手的夜，无言的诀别，那一条寒冷的街，不再有你陪，我以为我能坚强的面对，眼泪却出卖了说要忘掉写满了道歉，但那些话语对我已没有感觉，我该要如何才能够坚决，那一卷已没有我的胶片。
谢谢逍遥哥，感谢无语哥，嗯，谢谢哥哥们站的坐啊，谢谢大家。感谢多余，嗯，好久没充了，那你就一会儿充点呗。你要不要几点啊，小姐姐？嗯，11-12点的样子吧。那你一等吗？嗯，对，你这是你每天的直播时间点呢？嗯，对，是的。那这算起来，算起来这么长时间，这差不多一天有10个小时了，快差不多吧？嗯，有，但是我这两天播的会少一点，嗯，因为我身体这两天不是特别舒服，这两天会播的少一点，就晚上。那你一直这么播，坚持了多长时间？看情况呗，身体舒服怎么播都能播，身体不舒服连播都不想播。对，你们有工会有时长要求吗？没有。啊，就是自己想努努力。啊，对，这个东西咱说，你努力吃饱了也是揣你自己兜里，跟别人没关系，对吧？对，那倒是。81，今天75吗？八。我没听懂啊，你们说是充值吗？有点懵呢。嗯，欢迎那个华尔街哥哥啊，欢迎我好哥哥。你看看人家多敬业。不不不，好哥哥，我也不想敬业，就是单纯因为饿。嗯。我要这么播的话，咱家更没有，咱家散票更没有。脸都可能洗不起了。现在歪歪人少，就是你要是说你家有固定的人，固定的大哥一直能给你顶，就不用播那么长时间，因为你播那么长时间也是给自己家大哥和自己家这几个兄弟播。嗯，因为歪歪人太少了。嗯，就是现在的游客太少了，基本上有时候一些小号啊什么的其实都是大哥的小号，可能就家里哥哥的小号。 对嗯，谢谢盛月哥，嗯，感谢开心的岁月，嗯，谢谢逍遥哥，感谢逍遥哥，谢谢无语哥，还有谢谢嗯歪歪哥小弟安那个我六六说开心哥，谢谢我冉心姐啊，谢谢大家，欢迎北方哥。每天就是一天播10个小时，每天，嗯，吃饭睡觉，一天24个小时，除去10个小时还剩14个小时。嗯，除去睡觉的时间，如果睡觉睡8个小时，还有4个小时是吃三顿饭的时间。一点都不能磨蹭，一点点不能都不能磨蹭。下播就赶紧洗脸睡觉，顺便刷牙洗脸睡觉，爬起来就得赶紧，就是赶紧吃口东西，做化妆直播。我播多久了？什么？我播多久了？你是说我一天播多长时间，还是一共播多久？播多久啊？你好，爱明哥，晚上好，爱明哥。我之前下午播的时候，有时候一天也有7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的时候也播过。那有时候是，嗯，就是气氛到那儿了。直播间那个时候人多、啊，有时候下播了，那个还有大哥开麦聊天的。播10个小时还有14个小时，10个小时、14个小时还得睡觉呢，吃饭呢。化妆呢？嗯，一共播多久了？那我已经快4年了。啊，睡8个小时都还有6个小时。
生命中就只有直播了，那就感谢爱明哥。可能下去拿快递的时间都没有了。欢迎有听书，爱明哥送送免费的真爱啊、咱公会就有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听说谁呀、一天播13个小时，真厉害。欢迎哈达哥，欢迎心想事成。对呀、然后我是跟七彩公会签的金牌，那我肯定在七彩播呀。那我还能随便在哪播啊？欢迎阵风。你的善意，来个游牧时光。深
歌声里飞翔。今夜对酒月亮，思念风吹草浪，有你相守在身旁。我醉欢迎北方哥，欢迎画你哥。欢迎季节的韭菜。谁是你的志玲姐姐？直播间昨天是有个志玲姐，今天可能没看，今天好像没看着。徘徊着的，刚来过，没看着，可能没有马甲，那看不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曾经看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个数字哥，尾数是零三的，一会儿给我开个真爱团啊，哥。欢迎安静哥，一会儿记得给我开个真爱团。曾经跨过山和大海，穿过人山。理由呢？没有理由，就是摁住。Hello， 哎，你好，大宝贝。哎，你好，光之翼哥哥。我是个悔哥的主播。晚上好，都说自己是悔哥的，谢谢陆口哥啊。我怀疑你们都是，我怀疑你们都是吹牛。不对，你们都是说假话，都是骗人的。是，我是唱歌老好听了，专业的。我们一人一半吗？行，那我先听听专业的。噔噔噔噔噔噔，吃鸡局呀？谁家的大宝贝？喂，刺了碧海听海斗的沉稳，破落王塞的山一草河，塞纳可畔干嘛不得情人，我在咖啡馆里听着风声，巴塞罗那有古老的情人，威尼斯在水中画一座城，我会打开爱琴海的门，期待我最想要看见的人。很沉默人，我最思念的某人，我最牵挂的某人，只是我并不否认，我迷恋你的眼神和你给我的小小温存，认真
的贪却一路风尘，很想某人，我最信赖的某人，我最牵挂的某人，期待着你的转身，我们会冒雨狂奔，直到现实接吻，烧成冷，一起看最美好的清晨。和某人，好了，现在交给你吧。好 ，OK， 欢迎酒窝哥，大哥晚上好啊！谢谢北方哥，谢谢兄弟们给女如站的座啊！谢谢强大的狼族兄弟们给女如站的座，我感觉你们都要睡着了。我们来一首《太想念》。我孤独呀，我一个人的时候孤独呀。我对你太想念，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谢谢大家上的尊严票啊、嗯！谢谢小贝同学，谢谢谢谢。你是几点播的呀？七点播的。你白天播吗？没有。嗯，白天没直播。哎呀，下个月想拿个满钱，白天又该直播了。嗯，那你们是每天播多长时间，或者是一个月播多少天算是满勤呢？一天六个小时，一个月有一天休息，就有52个卷轴、嗯，或者可以要10组1314的干干，或者是52个卷轴。对，棒棒糖和卷轴可以选择。啊，工会给的奖励。要是你，你会要卷轴吗？嗯，要卷轴，搏一搏。嗯，那你们工会每卷轴，那你们工会有多少人会得能有能得到拿到奖励？就那名单，两大牌子可多了，我没查过。这么狠？就那个名单密密麻麻，那个小哥蹭就从头到尾。不过你们工会主播也多。对。不过我这个月没有，不过我这个月有别的十组，可是还没到呢。就是我们前两天打团有奖励啊，团战奖励是不是啊？听说过你们工会有团战奖励。就那一周，估计他要花太多钱了。
就是你们是内部团还是要去外面打团赢团战？就是出去赢团战，出去赢团战。如果你是王者前一百，可以拿到啊，我也不知道多少，反正我知道，如果你是王者前二十的话，王者前二十就可以拿到13万的 YY 币。像我、啊、就是荣耀呗，前二十不就是荣耀吗？对，是的，多给你13万、哦、多少呀，比没有这个活动好。反正我上不了王者，我就只有十组啊，就是打团赢的是吧？嗯，对，他们要吃35把鸡。吃35把鸡那得打多少团战呢？一周呀，一周吃35把，你是王者前二十就会给你13万的奖励。拜拜。35把团战一周，一天就得打5次。对呀、啊，一天吃就是一天得打5次团战，然后而且还要每次都赢。那一天是最少也得播5-6个小时，还要每个小时都在打团战。哎呀，我的天！谢谢北方哥，嗯，感谢那个放肆哥、我六六叔、承诺哥、爱民哥，谢谢飞哥，感谢路口哥、冉晴姐，还有安静哥，谢谢我开心哥。嗯嗯嗯嗯、谢谢我平安哥。嗯，哎呀，还有洗脸的条件呢。他们工会是为了，好像是听说是为了刷流水，所以鼓励主播就是多打团战啥的。我最好的遗憾就是你，欢迎承诺哥。自己醉，我该用什么状态告诉你？时间过得好快，今天都27号了。好慢呢、啊，你是因为没有到没有流量了吧？我家包粽子了吗？我妈今天给我打电话呢，问我吃不吃粽子，问我吃不吃粽子，好像要包。我给你送，我就是我妈包的，包好了之后给你送过去，估计都变味了，估计都坏了。我一年都可能都吃不了2个那个粽子。人家你们端午节是不是又吃饺子的？人家是不是又吃饺子？嗯，欢迎中我哥，超市里天天都有卖。像我们老家基本上都是我们就是每年基本上我都是我妈包的，
啊，你们也吃粽子啊？我以为你们是什么节都是吃饺子呢。谢谢真我哥，感谢真我哥。你不爱吃饺子啊？你还有，你们还有北方人还有不爱吃饺子的？在我印象中，你们好像北方人都爱吃饺子。欢迎戒色哥。我现在都不知道北方什么时候吃饺子了。我在我印象中，你们北方人除了基本上都是逢年过节都是吃饺子呀，可能端午节不一样，中秋节也不一样吧。哦，你是不爱吃。我们南方就是偶尔也会吃，但是吃的不多，基本上都是在外面买的。是北方人是经常吃饺子，他们基本上过什么节的一过节就想着要吃饺子，买的更难吃。基本上我们就是没有自己在家包的很少，又还得揉面，又还得剁馅，反正还不会包。你说哪个是敏感字？包子呗，包子应该是敏感字。南方人就认准饭，北方那么多好吃的都不吃。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你们觉得说好吃，北方那么多好吃的，我们没觉得好吃啊，关键是。这一天公屏扣字，有时候你们看不到，真看不到。对，有时候你们扣字啊，说不答复你，不回答你们，不跟你们说话。有时候我们是看不见，有可能是有敏感字。冉莹姐刚扣的都是有的，你们也看不见。刚刚就聊到吃的包子、饺子什么的，他就说了一句包子，结果都被屏蔽了，都看不着。我转播呢，我转播能行吗？馒头也和弦，馒头没有和弦，馒头有。这你们能看清吗？能看得见吗？我们工地有100个人，70个是我们湖南的。对，湖南就是不吃辣的不行。你要我吃点什么甜食，我吃不了多少。你要我吃辣的，就是那些什么，就是那些比较辣的东西，我反正喜欢当零食吃。哎呀，这个喷嚏打不出来。那你们能现在看到我就转，我转出来的能看见吗？看到我就转。哎呀，我怎么给转成这样？不要怕，你们有时候就是被和谐了，都不知道你们。
这样好像看不见，下面有个图标挡住了。对呀、啊，太小了，太大了，太大了也不行，太大了就容易挡到脸了。对，湖南的是挺能吃辣。往下放，往下放，就是他那个图标挡住了，我得让他们手机看得清楚，他就手机看不清他们。对，我现在看手机，那些如果手机能看他们手机看不清。欢迎光之翼哥哥，嗯嗯嗯嗯。这样可以是吧？嗯，对，忘了开人气票，我把热力投票开一开啊。噔噔噔噔，来，你们把包裹里面那个人气票可以送一送啊。嗯嗯嗯嗯嗯。感谢安哥，辛苦哥哥们啊！欢迎哥哥们回家。因为我要开这个热力投票，你们才能送出来，不然你们也看不着，知道不？开热力投票，你们才能看得见。欢迎刘星宇哥哥啊！欢迎赌徒哥！我也不知道，好像要打卡还是怎么来的吧？要打卡。谢谢周海哥。谢谢志宁姐，志宁姐，你一会儿给我开个真爱团好不好？志宁姐，嗯嗯嗯嗯嗯，欢迎沉默哥。好像没有，电脑好像是没有，只有手机才有。嗯，把你们的人气票往外送一送啊！这么早就困了。给我播困了，欢迎好哥哥回家，还沉默哥。我今天去练瑜伽，去练瑜伽中途差点晕倒呢，这也我不知道怎么了，反正就是我有点贫血吧，练着练着我就头好晕啊，然后我就坐那儿，那个瑜伽老师看着我，他说你怎么了，你怎么脸色发白。嗯，有点贫血，给我吃了块巧克力，然后我就好点了。我吃饭了呀，我吃了饭去的呀。有时候会这样子，我记得我有一回去家附近那个，我不是之前还去跳舞吗？那个舞蹈工作室那块，我第一次去跟着那个老师跳，然后我就有点跟不上，啊，有点血糖低，有点跟不上。也是像今天这样，然后又头晕，脸色发白。女孩子都有点贫血吧，
谢谢流星雨。反正去练来不到半个小时吧，然后就坐那儿休息了几分钟，休息了七八分钟吧，后来又好点了。棒棒糖吃的少，贫血了。嗯呐，对，总觉得有点又冒虚汗，然后出了好多汗了呢。欢迎飞扬哥，头晕有点，就是就好像就喘不过气来。我都好长时间不这样了，我因为每周都去上瑜伽课呀，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有点，之前也不会，之前觉得累也不会啊，就觉得累就是也不会说像今天一样头晕。今天可能那个练那个球瑜伽可能那个强度比较大。球瑜伽我举多久，它又不是一个动作保持在那儿，它又不是一个保持在那一个动作，它有很多种动作，就是强度比较大。也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累，知道不，在那里练的很多人都觉得今天好累，只不过我没有人像就我一个人觉得头晕。头晕然后就出虚汗。欢迎小弟。空中瑜伽我上过有一次啊，一次还是两次空中瑜伽。他有时候那个课在晚上，空中瑜伽多半在安排的晚上我上不了课，我只上下午的。我想要你，要你想要的最强，把你流过我的全都吃掉。我想住进你心中的城堡，让你把我狠狠记牢。我想让你对我说一句实话，所以每天为你精心打扮。有你在身边，我会更。对，你们有兜里有那个包裹，里面有人气票的可以送送人气票啊。坚持一个月身体素质就上去了。我又去练瑜伽呀。欢迎狼哥，因为练瑜伽不等于是运动啊，但是没有天天去啊，倒是没有，每周都去几节课，去个三两节课。皮不了，整不下去。我曾经想过买跑步机，在没有去上瑜伽课的时候，我有想过去买跑步机。我怕我买了放在那儿，就是放在那儿放衣服，放在那儿放衣服积灰。我想要你。不是腿短知道不，而是你就是不像小时候一样那个身体柔韧度不行，太硬了，你没法去强力把腿给我掰断了。是的是的，老了老胳膊老腿了，不行了，老胳膊老腿不行了。你是微笑里的甜，瑜伽练那么长时间，谁说就一定就是专门去练劈叉的呀？
觉。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多半的情况下，瑜伽中的力量，核心力量，腰腿腹部臀部肩颈。你是微笑里的甜，还是眼泪里的咸？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欢迎真我哥。十八岁当然老了，你就练舞蹈，从十八岁开始的都有点晚。从八岁开始就是，从八岁就是一般的情况练舞蹈，那就从好几就是三四岁就开始了。是从没体会过的感觉。我们找好友吧，找好友去打团战去吧。欢迎杨伟宁哥哥。歌学还是你的脸。你喜欢看呢？你喜欢看啥呀？喜欢看小姐姐啊，欢迎我玉哥，难怪你喜欢逛街，飞哥。小玉哥，是的，电脑上没有，哎，电脑上没有。今天没有人气票，我不知道这个人气票是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好像你们每天看直播，在直播间待着都有啊。你们老是屏蔽，我就给你们把这个公屏给转播出来了。有时候你们说的话，它自动它官方给屏蔽了。啊，打卡就有，是的，要打卡。欢迎自由自在。啊，每天打卡就有，对，对，可以打打卡呀，什么点心呐、啊，这些东西。对，包子都和谐，刚冉行姐就打说是我们聊天说到包子馒头那个饺子那个包子，他都和谐了。官方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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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有打卡的？打卡在哪里，兄弟们？那个告诉我，告诉中我哥。有时候真容易一个人唠嗑。对呀，你们因为你们打的字有时候我们看不着，所以呢，就是你总觉得我们好像不跟你说话。其实是和谐了，是有时候是不和谐，是不显示，骗你们干嘛呢？欢迎白韵哥，哎呀，欢迎白韵哥回家，谢谢，感谢真我哥。
啊，点我的头像下面有个，点我头像下面有个打卡。哎呀，别忘记报名了，一会儿。大哥，你回来的是时候啊，大哥。白云哥带着秘籍回来了，那黑土欢迎白云哥回家。欢迎林红哥，对，你们就代表黑土欢迎一下大哥。嗯，就是代表黑土欢迎一下。嗯，一会儿团战的时候啊，兄弟们，咱们打起精神，把一毛党大军军们积极一点，热闹一点啊，气氛搞起来。烟雨人间哥，你给我一会儿帮我开个真爱团好不好？烟雨人间哥，任你投票，那个拉到打卡那个就行。啊，我可以直接到打卡那块吗？充10块钱行，大家可以充个10块8块的，都能点好久。谢谢白头姐啊，有我真爱团。你这个看不着啊，隐藏了。今天谁这么想我呀？我总觉得想打喷嚏打不出来。对，还有10分钟时间啊，一会儿就过集结了。哦，白云想我吗？是吗，白云哥，你是你想我吗？可以的，我的到期了。好的，刘星宇哥哥，等会儿是那个9点半的时候我开机间。欢迎魔浪哥，我来了呀，前面是响了啊、哦，难怪我昨天今天就是老想打喷嚏又打不出来。对，能帮忙的啊，能捧个人场的兄弟啊，兄弟们就捧个人场。能捧个前场的捧个前场，没有捧不了前场的借钱捧个前场。欢迎灵魂哥，能点一毛党的点一毛党，不能点的在公屏上就是感谢一下，帮我说刷礼物，帮我点一毛党的兄弟们啊。谢谢兄弟们，虽然说咱刚刚输了，但是大家还是很给力的，优秀。一毛党特别的给力，辛苦了啊！谢谢，再谢谢白云哥，还有谢谢白云哥，感谢。谢谢我好哥哥，感谢陈诺哥，还有冷云哥，感谢我冷云哥，谢谢真我哥，真我哥都点到百元榜了，谢谢志勇哥哥，感谢志勇哥哥，还有酒鬼哥，那个7359平安哥，谢谢大家啊，谢谢一毛党的兄弟们，谢谢大家。2000抽6000多，出一个就不亏，啊，那意思就是说，钱花的多就比较重呗。以前没刷过1块的，经常刷10块的啊，1块的基本上不会亏，1块的10块都还好，25的就有可能会亏。再次谢谢兄弟们，谢谢大家啊！咱不管输赢嘛，但是气氛特别的好。来，哥哥们想听什么歌，我们可以给大家唱唱歌。也谢谢大家给你如过的真爱过的集结，谢谢大家。真爱又回到以前的30个了。最近开了比较多。欢迎有客哥。
今天25中的好少。现在应该可能一些大客户都在抽那个新礼物，所以这个卷轴的礼物是可能大家刷的比较少，所以就不太好中。十块的还好一点，十块的有可能出那个好的海盗船。恭喜大家。欢迎火焰哥啊，恭喜大家中红钻，恭喜哥哥们。欢迎你妹。冷云哥刚好像也没有亏。智勇哥刚刚亏没亏啊？智勇哥，智勇哥好像也还好吧，好像。欢迎瓜哥，欢迎心想事成。真我哥有什么想听的歌？那个真我哥、智勇哥什么想听的歌？把那个情绪啥的踢了，老中红钻。哎呀，你可别叫我姐姐。哎，晚上好，瓜哥，晚上好，晚上好。欢迎北方哥。今天樱桃直播了吗？今天樱桃，今天咋没穿个没吊带的？咱这不是没吊带，有吊带。咱这今天穿的，你们也是穿的吊带。不，你还是叫我小姐姐吧。99步后退一步，会唱吗？会。行，我来唱个99步退一步。一星期中2次，情绪哥你有点傲娇了啊！你这样你容易引起公愤哦。来，我们来一首《99步退一步》。他直播了，那个瓜哥，樱桃要是哪天直播了，你叫他，叫他拿我打团战啊！我们好聚好散。走99步去爱你，然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为的感情做了个分析，维持现状不会有结局。一路为你撑伞，我却淋雨，你所应当是你的。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1/1，几许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几时止损是我的转机。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靠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脱了，大伙都看不成了，还是不脱了好。不是我不是我师傅，是菲儿，菲儿是我师傅，他在别的平台直播。为这段情我已尽全力，你却不敌我1/1，继续经营只会一败涂地，及时止损是我的转机。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好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99步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一颗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鼓励。我能走
就是就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任何关系需要双方去维系，好一方根本无法继续。我能走就是就不去爱你，也能后退一步就放弃。感情若隔着你和心的距离，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顾虑，跨越不了就别浪费顾虑。欢迎冷云哥，冷云哥是不是有点卡呀？谢糖果哥，感谢哥哥们，谢谢大家。对，这首歌叫《九十九步退一步》。欢迎承诺哥，嘿，意不意外？啊、哦，滑出去了！啊，真我哥有空常来听听歌啊。俗人，这是我飞哥吗？7359俗人是飞哥改的马甲吗？你刚发的冷云哥没看见啊？我为啥没去？我们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哥。我们不是说走就能走的呀。你问问樱桃怎么没去别的公会？我们有合约在身呢。不是想走就能走的呀。欢迎小男孩。你是最后还是红最好的才华？我最小，师门里面我是最小的徒弟。对，欢迎工具人哥哥。志勇哥有什么想听的歌没有啊？志勇哥还在吗？志勇哥有没有马甲呀？志勇哥，我加入了有没有福利？有，奖励你给我刷组66，庆祝一下，加入狼族。有，这就是最大的奖励，奖励你给我刷组66。志勇哥有马甲呀？对，心如还没长大，出去闯怕挨揍。对，得慢慢长大。我还是改回来吧，不应改。改了刷1314。对，你改飞哥，改飞哥不好吗？为啥还改个俗人？欢迎北方哥。白云哥今天怎么不说话呀？白云哥可能，可能在忙，有可能在挂机，说不定白云哥挂着机旁边喝酒呢。啊，在看盘呢。怕了怕了，我刚想加你微信呢。怕什么呢，帅哥？为啥怕？哎，我刚刚加那个主播叫什么名来着？大哥正在研究抽奖。冷云哥，你是要改马甲吗？冷云哥，你吓到我了，我跟你开玩笑的。新包啊，叫新宝吧。今天老轩还在上班吗？老轩这两天没有来，我怀疑是被媳妇儿打怕了，怀疑他是不是被媳妇儿打怕了。啊，人家在互动。
可能打架打输了，那有可能。欢迎安静哥，我连一下小五啊。加勒比海滨海岛的传闻，小树人有价的，嗯啊，对。嗯，老轩好几天没看见啊，可能是被媳妇收拾了，他不好意思出现。欢迎岁月哥，马甲格式冷云哥要改好，把衣服要穿整齐，还不是怕染情埋汰他。谁呀，如轩哪怕染情埋汰他呀，那倒他倒那倒不怕。对，你把这个复制一下，在那个资料里面粘贴一下就行。我想要请你坐上我的野摩托，我愿意带你喝酒吃肉再唱歌，我的野摩托虽然有颠簸。谢谢梁亚荣哥哥爱上他带来的快乐，我想奖励你来坐我的野摩托，我可以听你的故事写本小说，我的野摩托情商可高了，你要摔到小路别让它再乱撞了。对，欢迎那个冷云哥加入狼族啊。来，我们来唱一首我要找到你。哥你这整错了，你这马名字太长了，哥你看你这个前面可以去掉，这前面这个你这后面不就冷云吗？你没欢迎我，嗯，你改成飞哥，我刚没看明白。欢迎冷云哥加入狼族。有些人爱到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欢迎飞哥加入狼族。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我要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欢迎工具人哥哥，今天晚上抽奖不好抽啊，明显的是今天晚上下面抽中奖的人都少了。欢迎我云氏家族大哥加入浪子，谢谢梁亚荣哥哥，谢谢。欢迎北方哥。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
微笑哥啊，白云哥是云氏族长啊，你们云氏你们就俩还族还分什么族长不族长云氏一共就你俩欢迎随阳哥你们云氏还不如我们如氏的人多呢咱这就是如氏还有如轩呐、啊、如若呀啊，一个组长一个副组长，好哥可能在忙吧，也有可能有时候挂机在旁边忙工作也有可能。嗯，今晚上都没怎么说话呀。风餐露宿顶背楼里也不起不离，彩虹来看我功成名利，你也曾一语自恋自疑，可生活啊除了是你没什么足迹。欢迎鬼老哥，我希望最初是你后来是你最终也是你，我不爱你是你爱你，不能让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我希望花开是你叶落是你白首不相离，我不爱你是你爱你还是我三生有幸遇见了你，你是我此生最好都是你后来是你，来俗人哥刷组六六一会儿庆祝一下啊，刷组六六庆祝一下，自己欢迎一下自己。Hello， 哎你好，你好你好一心，那个我来自安徽，啊前台了吗？我来自湖南，有喜欢唱歌的主播。那我们唱唱歌。好 ，OK。哎，我先来吧。行，那你来。我来先回一首歌。唱个啥呢？泪滴神，还能前科吗？泪神，屠谬贼。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的那假装无辜原来最后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葫芦心里没数，追你的心真太残酷，懂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邀请我，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次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金阿麦昆金阿麦昆，欢迎小米总。眼睛的那假装无辜原来最后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葫芦心里没数，追你的心真太残酷，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下线交给你。好，站站坐，站站坐，哥哥们啊，谢谢谢谢，感谢承诺哥，谢谢我白云哥，谢谢能云哥，谢谢兄弟们，来，我们来一首《离人殇》。对，强大的狼族兄弟们，给你如站站坐。
大哥，你抽完奖了吗？大哥。嗯。你往哪看？你怎么知道我老在提？风卷动云般，大漠浩瀚尽歌唱，军心万里黄，铮铮铁马踏残阳，翠色沐浴芒，耳听昨日烟波荡，笛声透亮一轮皓月透故乡，弯弯月亮让谁又挂肚牵肠，谁家姑娘等她的情郎，一抹红妆掩盖岁月的沧桑，一把黄土湮灭了希望，古树上的琴声牵动多少的柔肠，手揽故事疯狂落下泪两行，几时光都过往都想改变那苍凉，来和古来男儿只在沙场，谢谢大哥，谢谢谢谢我云氏家族的两个大哥。风卷动云浪，大漠浩瀚尽歌唱，军心万里黄，铮铮铁马踏残阳，翠色沐浴芒，耳听昨日烟波荡，笛声斗亮一轮穿越脱故乡，弯弯月亮让谁又挂肚牵肠，谁家姑娘等她的情郎，一抹红妆掩盖岁月的沧桑，一把黄土湮灭了希望，古树上的琴声牵动多少的柔肠，手揽故事疯狂落下泪两行，几时光写那苍凉，奈何姑奶男儿只在沙场。这个花，这个樱花列车是不是比樱花的特效好看？嗯，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哥们，谢谢感谢，谢谢我白云哥，感谢冷云哥。对的，现在礼物设计的比以前好看很多，以前就那个樱花是比较好看的。嗯，樱花都不是，樱花列车挺好看。就以前那个樱花1500的，现在没了。现在也有，现在也有，现在就大客户的礼物里面也有。哦。嗯，就有种樱花的那个。明天就没有加成了，哎，今天还能加团战的加成。欢迎思阳哥，你要不到几点呀？11:00吧。就是没有樱花之前，那就对它只有200，但是特效还做的挺好看。樱花列车特效是挺好看，那可能是就什么呢？可能是因为大家看那个樱花那个特效可能看久了，没有觉得多好看，出了个新的，你觉得有新鲜感，觉得好看。都粉粉的。对，粉色的。就那个礼物栏里面那陪你看。花露营也挺好看的。对，跟那个也挺像。欢迎工具人哥哥。不过现在都抽奖里面的礼物好像很少有人刷这个经典里面的。原来的樱花特效挺好看，后来改。最开始那种樱花是吗？其实最开始就叫樱花吧，后来改的那个叫樱花夜宴。反正这些礼物吧，
改了很多次，又出了很多新礼物，反正我就记不住名字，就知道好看，说就行了，看就行了。好多礼物好像都没见过，你就觉得飞天美女好看？我觉得都好看，我觉得是礼物都好看，棒棒糖也好看，值钱的都好看。帝王套那个好看，那帝王套那个大长腿，谢谢谢谢谢谢大哥，谢谢大哥送门樱花列车，还有这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谢谢谢谢云氏家族的两个大哥，谢谢冷云哥，谢谢竹海哥，感谢居浩哥，谢谢我冉心姐，谢谢七三五九，感谢承诺哥，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感谢哥哥们啊，都没有心如好看。大哥，你又说实话。欢迎我北方哥，你看 YY 做的这些礼物，全是做的就是，那这角那个这个礼物特效里面的角色都是女的。大哥说的对，黑土最好看。白云哥昨晚放那个好看，昨晚那个红色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叫神话，星月神话。大哥，你今天抽奖中没中？中了什么？有没有中到什么东西？我就感觉这一晚上都没看到下面有几个人中啊，是不是抽的人比较少啊？现在。欢迎林七哥。今晚没有中到大的，今晚估计抽的人少了，不好中了。五千大洋它能不好看吗？跟飞天美女是表姐妹。那它这个叫什么神话，和那个五仙还有那个女神，这仨都是都是表姐妹，堂姐妹表姐妹。欢迎 C 安哥。在了比海听海盗的传闻，死的心意草痕。啥女神？就帝王套里面那个女神，最开始的时候她也是五千，最开始的时候她不是帝王套里面的，她就是抽奖可以抽到的。如子才是女神。飞哥，你怎么能这样子，动不动就说实话，瞎说什么大实话。我们要低调。不是天使啊。哎呀，这拿着麦克风是准备唱歌还是唱完了呀？唱完了。唱完了。你看在直播间唱着歌呢，大概就知道这晚上是什么情况了，这是。唱着歌，喝着水，薅着头发，这是我时刻标准动作。那是啥？那是因为今天不是，那是可能是因为今天晚上可能恩师还没下班，我直播间没啥人。那你就晚点播呗，那恩师下班了你再播呗。他要十二点下班，我等到他十二点我再播。欢迎赵云哥。这个好揍，揍他干啥呀？耗子，过两天就可以见到你小师妹，别这么小师妹八师妹的，我这个就是我小师妹，搁那块儿的话了。那谁他是谁呀？我们不认识。谁呀？这老上那点提啥呀？这是 YY，那抖音顶上那都别搁那提那顶上的人，草帽没沿破鞋没边儿的。对，我们不属于一个系统。去放过俺们吧，我的直播间都快黄了，可别替他们宣传了啊！你们上他那块，他们往回给我倒点流，搁那块呢。哎，晚上好，太宣传。赵云哥晚上好，大哥晚上好。他那块的搁恩师直播间曝光度都多大了？搁那块的话呢，就不用上我这边杠我了，搁那块了。歪歪也没几个人了。是啊。你有那功夫啥的，你们上趟直播间刷屏去，
你说那个谁，他们谁开直播，你上他直播间，你就嗷嗷刷。你说耗子搁那个歪歪骂你，耗子搁歪歪骂你，六个听团不都回来看吗？哎，这小子骂人家，一瞅没骂，哎，就都回了。刷，哎，光光刷。嗯，欢迎无面哥。29号欧冠决赛啊，欧冠决赛的话呢，皇马是冠军，挺信我的，皇马是冠军。90分钟内打平，搁那块儿的话呢，你就90分钟内打平。那你答应他干啥呀？那个他一天天到晚在公屏上自言自语。啊，他自言自语的，我寻思你家好哥们儿那个。你答应他干啥？哎、呀，他可算碰到一个人搭理他的那个。他说话我都自动屏蔽，说话我都看不见。嗯，那家啊，我以为是你家好哥们儿，你别那儿那啥。嗯、我今天上午来狠的直播间里，来狠的。嗯，说你那啥，跟我俩处对象，我说咋了？他说我想给我姑娘找个爸。谁呀、啊？也游客，是吗？挺大岁数了，唠那嗑老变态了。头像是一对母，像就是一对母女啥的。我俩唠啥？搁那块儿的话了，你就上俺家来啥的？搁那块儿的话，那意思让我跟他姑娘啊仨一被窝住，多吓人呢！啥精神病都有啊！这，哎呦妈，真吓人的啊！不是，看上你了呗，就是。真吓人，多吓人、看上你了呗，你看不看上我，不能不带那么整的，那多吓人。好不容易、哎、好不容易就是有个女的喜欢你，你就知足吧。欢迎九窝哥。嗯，你直播间哪有女游客呀、你好不容易有一个号小号在啥呀，他那得不转播的吗？搁那块儿的话呢，没有，我在转播呀，你们他们还可能看着。我能看着。对，我们不是一路人，你出去吧。我不想看到你，正好。嗯。耗子现在注意保护好自己，嗯呐。我得保护好自己啥的，我一看这现在这男人、男孩啥的，男人啥出门更得保护好自己。女人要说狠起来，那比男人狠呢。我这么一看呢，我这么一瞅，嗯呐，真狠。阿浩，朝你。这么发展下去，下个月公会赛你一关过不去个，我看也是。你这么说，没准呢。那大姐的，你就刚刚那你直播间那大姐，你哄哄啊，有没有消费实力什么的？就是让给你上场活动啥的。那是不可能的了，搁那块儿的话了，那是不可能的了。欢迎我好哥哥，欢迎好哥哥回家。那还整什么？谢谢真我哥，感谢真我哥。但不过吧，真我哥你真帅。咱们公会赛啥的还真不好说，搁那块儿的话了，没准成绩还挺牛逼呢，搁那块儿的话了。那是不好说。对不对？那真不好说。那咱公会不是有那个主播家里有神豪大哥吗？那不是。完之后你再对不对，你这一瞅要是干差不多了，你说能不给配点票啥，再给配点票啥，离拉拉可能就上去。有医药费吗？搁那块儿的话呢，有医药费吗？没有医药费，他一整159票，我咋管他要医药费呀？搁那块儿的话呢，他要整15000票，管他要点医药费啥的。没有。欢迎自然，欢迎自然。走医保，走医保。还是对我有医保，搁那块儿的话呢，我也不是那个那啥医药费男孩，我有医保。再说了，那还管心如要医药费，那不上良心吗？人天天上午了，好哥来瞅瞅咱，天天来瞅瞅咱俩，咱播来瞅瞅咱。那完之后还给我劝退，告诉我退网吧，哥，那忘了别播。好哥劝你退网啊？还有264。好哥哥劝你退网吗？劝退网，告诉我别整了，哥，那我还要给我接着活儿。你问好哥缺不缺司机啥的？没钱，不爱听见帅。哎呀，你有钱没钱，你也一样的帅哥。气质摆在那儿呢，一样帅。好哥天天上不来的话了，都告诉你，差不多这是播啥？别播，别播了。今天也就这样了，别播。有点意思，大哥。欢迎大哥，也是看你，肯定在，可能是看你在直播间哭哭赖赖的，那播的也没什么劲。就那个蠢蠢欲动说的，耗子你进步了。我说咋的？嗯，他说以前你都是骂，就是一个骂骂咧咧的退出直播间，现在一个是怎么垂头丧气的退出直播间，你进步了。
最早是了。那证明啥呢？就证明就是你已经接受了，知道不？最开始就有点有点愤愤不平，到后面呢就是已经习以为常，明白吧？欢迎一哥。明白了明白了，习以为常了，那就哎呀算了吧，也就这样了。那算了，你这天天的直播，也就是你，也就是你师哥的这个心态啥的。你天天这帮好哥们儿，你说也不跟俩正经唠嗑呀？哈，这边缺个工地，缺绑钢筋的，来不来个？那啥，天天就跟你俩唠这套嗑啥的个，你整没招儿。那操的，那欢迎二媳妇。这些好兄弟们也是往死里扎呀，这好兄弟们。真扎，真整啊，哥们儿的话了，那。云氏家族缺看门的可以找耗子。什么家族？怎么？云氏家族，我们家两个云氏家族，一个是白云，一个叫冷云。啊，一个白云，一个是冷云。你不是黑土吗？我看那天你改个名了。那啊，这么回事？我说我还纳闷儿、你为什么叫黑土是吧？嗯嗯、因为大哥叫白云，他、啊、让我改，他就改我们家马家。啊对啊，明白了明白了，搁那块儿的话了，那行，搁那块儿的话了，心如还行，搁那块儿的话了还能没事，那可以有点粉，有点粉搁那块儿了，咱们就那啥吧，也别考虑了，七月份到期续约吧，搁那块儿的话了直接就续。走吧。我家厂子少个搬运工，问他来不来。哥，估计搬运工他不能干，他之前也是个绑钢筋的，多少就带沾点技术活。搬运工就是那就不需要动脑的，他估计他不会去。谢谢，感谢真我哥，谢谢竹海哥，感谢承诺哥，谢谢单身的狼，谢谢大家啊。